家好，欢迎收看西丁路生活气象，我是于田。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大家应该都感觉到天气是真的好冷哦。希望您呢有穿一件大外套，才不会让自己着凉喽。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呢，一路到今天的清晨，就是这一波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，包括北部地区温度也来到了十度以下的低温，真的是蛮冷的。尤其是在今天呢，水汽的范围还会再增加，所以不只是迎风面的北部，还有东半部地区会下短暂阵雨，就连中部还有南部山区呢，也会有机会开始要下雨了。而且这一波的降雨的状况呢，一直到明天都还会蛮明显的。接下来带你看到明天各地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台北、新北跟桃园都会下短暂阵雨，温度呢是13到15度。中部地区台中呢，云量虽然少了一点点，但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哦，温度是16到21度。再看到呢，南部地区台南、高雄跟屏东受到的影响呢，就会比较少一点点的，有机会看到大太阳，温度呢是17到28度。最后呢，往东半部地区走，包括宜兰、花莲跟台东，降雨的情形也算是蛮明显的，温度呢是15到24度。大家注意的，出门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忘记要带把伞，才不会让自己淋湿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气象，我是于田，马上把时间镜头都还给韵轩。